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从上一代接收过来，将来传到下一代，这对得起老祖宗。老祖宗辛辛苦苦五千年，一代一代沉传，没有中断，不能说到我这里中断。不知道不怪你，知道了认知了就有使命，你要发这个心来承担这个使命，祖宗保佑，三宝加持，你会一帆风顺，没有太大的障碍。为什么？这个是祖宗众神所需要的，而且把它摆在第一位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发这个心，心一发，感应就会现前。实际上，中国传统文化最好的年龄是三岁，三岁就开始把这些经典念书，这个时候在背诵是最好的时期。好的东西，啊，从三岁到六七岁就背完了，根就栽下去了。越小越要学远点，古圣先贤传下来的这些经书，这个重要。孩子的记忆力是越小越好，他没有杂念，他学了之后就能记得，能够保持一生都不会忘记。但是一定要学做人的道理，就是伦理道德要摆在脚下面，他没有这些，光是读唐诗变成文学家诗人，将来走这条路去了。所以是要叫他读书，读圣贤书，圣贤的典籍可以叫我们把这个贪嗔痴慢疑放下，然后文学不行，这个要伦理要道德，再就是因果，这三样东西会帮助我们把烦恼习气排掉。孩子要不要教？要教，那是民族的命脉，教好了传统文化就下去了，传下去了，教不好就灭亡，灭亡它就造业，业有善恶，善业人天果报，恶业恶鬼地狱畜生，那是他们去处。人的寿命不长，二三十岁四五十岁走的多少，这个给我们警惕。我年轻的时候每天早晨有报纸，我看看报纸，我看什么？完全看副文，看今天多少人走。每天看，警觉性就很高。有高度的警觉，光阴最可贵。这一天，希望不要空过，至少也读几页圣贤书，知道人命无常是真的。你看一天保持登的副文多少个，到最后我也有一天也会上副文，就会想到这些，然后知道光阴可贵，要抓住。
高声，同声集。